你如果说病人呢还有往来寒热，身体有小痛，好，不是大痛，你就给他吃炙阴啊，这个井穴嘛，好，膀胱经的井穴，诸井好，诸阴之井无输血，煎制一次，煎制一次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在井穴放血的时候，在自虐的时候，阴经的井穴我们不放，我们大部分放都阳经的井穴。好，比如说你砸涌泉，我们也不会给他放血，好，因为是阴经，好。那刺他的时候，隔天好，135、246让隔天刺，好，这个后面就下这些这一条这一篇呢都是刺的法则哈。如果发虐口不渴，而且隔日而作，好，那足太阳可以刺足太阳经。如果渴而隔日发作的话，就是少阳。温虐的病人汗不出59次，这里讲的就是后面我们的黄帝内经第61篇。好，是水热血论，好，中间有59次，这我们会到时候会解释的，好，很详细，在那一段时间解释的很详细给诸位看，好，好，那这个接下去呢，我们是气缺论，好，《黄帝内经》第37篇。我们所谓的气就有分寒热好，寒热，那这个气呢，我们统归于阳。阳是什么？阳是你看不到，但是它的动能，你感觉到它的热，感觉到它的活力，感觉到它的精神，都是阳。所以你在看我的时候，两眼有神，是阳啊，神不是人啊，你是谁看不懂了，不知道，不认识你，神失了，就阳就失了，好，所以你看到是形，那有这个生命力就是阳，我们简单讲就是这样子，好，那阴都是你看得到可以摸得到的，好，那如果光是有阴没有阳，就是完全没有生命的，你看那个人死在那边就是阴没有阳了，好，那个就是死人，好。所以阴和阳的简单，阴阳呢，这个我们因为身上有气，所以才有这个生命力。那气缺论，缺是到顶到极点哈、哦，到极点，这叫缺。那皇帝就问了：五脏六腑之间，这寒和热的移转情形怎么样？这就很这篇就很重要了哈、哦。所以第一段前面讲的是寒的移转的现象。第二段讲的是热的移转的现象，好，肾脏呢的寒会移到肝脏上去，好，那肝脏的寒呢会移到心脏里面去，那心脏有寒的时候呢，它就不会进入脾脏，它会移到肺里面去。好，寒会移到肺里面去，那肺里面有寒的话，又回头，好，但是到肾脏，这个寒呢会转移的哈，寒。那当脾脏有寒的时候，从脾脏会移入肝脏，所以这是它的寒的移转的一个路线啊，移转的路线。好，那移转的路线，那在寒在移转的时候产生什么症状？就是这篇的意思。好，所以第一段呢，岐伯说：肾移寒于肝，臃肿少气。当肾脏好，这一段就跟我们治肝病很有关系了。好，肾脏里面的寒进入肝脏的时候，它里面会化脓，还有肿，好，病人会短气，呼吸会很短，好，就是肾脏移寒于肝，所以肝会很寒，好，很寒在里面。那所以我们前面讲补南泻北，我们在温肾的时候、补肾的时候、强肾的时候，这肾的寒会去掉，肝就不受寒。肝就不受寒，所以我们的母能令子虚，我们要利用这个字，
你今天是如果说是你本身是肝是虚症的，好，或者是这个，那你在强肾，好，会让肝更虚，那并不是这个意思哦，因为你本身是肝是虚症的时候，我们怎么会去强肾呢？好，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母人宁子虚就一定要这个去补肾来把肝虚掉，而是遇到肝很实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去补肾让肝虚啊。平常你肝虚的时候不是病啊，肝实才是病啊。你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所以不要把它混混一谈，是因为实在里面很杂实的时候，遇到它的肝是五脏都是阴嘛，好，遇到很实的时候，非常实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想办法让它虚掉，才会这样做的。那你平常肝没有病，那又没有实在里面，你去的那把肝虚掉干嘛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说，如果你肝没有实症，你觉得你没有虚症，没有，抱歉哈，肝没有实的时候，你补肾的时候并不会让肝虚啊，因为它没有病啊。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病的时候，在它平衡，在取它平衡。所以肝里面没有积，没有累积东西的时候，你去补肾，肝一样很好，不会虚掉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好能够母人宁子虚，而是因为只有实的时候，我们才利用母去让子虚，只此而已。好，所以子没有病的时候，你再能够补肾，很好啊，一点影响都没有。好，并不会，你真的补肾，肝没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补肾，肝不会虚掉的。好，是有实症才会虚掉。好，如果是脾脏以寒于肝，从脾脏的寒进入肝脏的时候，好，臃肿痉挛就也会肝也会肿起来，好，造成筋呢会抽动。如果是肝脏里面的寒移到心脏里面的时候，就是狂膈中，好，就会造成呢发狂神乱，病人会发狂啊，好，精神会好丧失掉，好，好，膈中就是饮食吃不下去了，东西吃不进去了，好，那心移寒于肺，心里面如果有寒症，会上传入进入肺里面，那肺呢，好，就会这个会消，肺会这个阳会消损，因为肺里面有阳，心里面有阳。那现在是讲寒症，好，寒症如果说从心脏里面跑到肺脏里面，肺脏里面阳会消损掉，因为太冷，好，寒会消损掉，造成肺消，好，肺消者，什么叫做肺消？这精液进不了肺了，消这个因为里面阳里面都是寒掉了，没有阳气在里面。那你喝一碗水，小两碗，这就肺脏功能完全没了，好，死不治，好，死不治。那如果肺遗寒于肾，好，从肺呢，这个寒的跑到肾脏里面为涌水，涌水者按腹不坚，肚子胀在那边，但是不会坚硬，好，因为水气克于大肠，好，人走路很快的时候，哈，肚子里好像个水袋一样，因为会听到咕噜咕噜水的声音，哈，好，但是不是坚硬的，是软绵绵的，好，积在水里面，这是肺寒症的时候移到肺里面的寒移到肾脏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知道是寒？为什么？哎，我们有的是温肺的药，有的温肾的药，有的是去温肝的药，有的是这个强心的药，因为药性的选择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才需要去辨这个症。当我们选择药物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症是讲什么，我们就选择这个药物。好，那这个寒在移转的时候，有一个很简单的法则。你如果说我们摸脉，你一摸脉，寒的脉都是又细又小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又细又小，你就知道是寒的嘛。好，那正常的人呢，应该胸是阳，那个尺是阳，那个寸是啊，寸是阳，对不对？尺是阴，好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现在如果你摸到寸脉是细细小小的，是不是阴寒的？就是心寒嘛。好，那心脏有寒的时候，这个心寒如果赶快不治好，赶快要治好，不治好寒会进入肺。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第二段呢，讲的是热的移转，好，寒热。热的移转呢，319页，脾脏的热会移到好。脾脏的热会移到肝脏去，好，那会造成呢这个筋扭呢郁，这样念扭是不是扭啊，扭啊，扭是啊，扭流鼻血嘛，好，好，病人会受惊，
那个热跑到肝脏里面去。如果是肝一热，好跑到心脏，就是实证了。好，实证。好，心如果一热到肺里面，好传为膈消，好这个就是消渴，中隔会太热，好造成消渴而多饮，喝水喝了很多。肺的热呢，如果溢于肾，好常为柔滞，就是好这个痉挛，没有力状，没有力的现象。这个一般来说热会走，比如说脏本身就是属于寒，好，但是我们这个寒因为里面有阳，所以这个寒呢和阳呢，因为里面有阳，所以这个寒不会极寒。这里讲的是极寒，生病的寒，知道我意思吧？脏都有阴阳在里面哈。那如果是热的时候，阴不足嘛，才会热。那这个太热的时候，它会移动，会移动啊，会移动。那移到哪些地方会产生哪些现象？最凶的就是，好从一热脾一热到肝，肝这个热一进入心脏，好。心本身就是热嘛，那火上加油啊，好心会热。哎，还有一个最凶的呢，就是肾一热于脾。本来呢是脾是土，是克水的，能够治水。所谓克就是压，就是辅，又是辅助，又是牵制它，好让它不太过，也让它不会不急。那如果说这个一到脾里面，那个土这个水呢反濡了土，这个太热了，土会。丧失掉土是胃气嘛，好、哦，一丧失掉的话，脾上虚掉了，肠壁这个脾管少腹，肚子在这边，所以少腹的地方是脾脏在管，一受伤过热的时候，好、哦，马上下力，一下力胃气就没了，好、哦，都是死，这都不好，不可以治的，啊、哦，所谓的热就是当你如果摸了脉的时候，脉跳得很速很快就是热，啊、哦。包呢，好，如果一热于膀胱，好，我们讲过，这是小肠，好，这个中间呢是包，前面呢是膀胱，好，所以呢小肠的火，膀胱是水，当这个正常的时候，这个小肠的火是正常的时候，是水会气化上去，这个包这两个是中间。男人有包是精产生精的地方哈，男人的包是很平面的一个啊扁扁的一个区块，女子的包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子宫卵巢。那如果说包一热于膀胱，好，本来呢正常人呢是小肠跟膀胱，小肠的热来自膀胱，现在包的热这个包的热没有办法，好就是包的热进入膀胱而不是小肠。就代表小肠里面怎么样温度不够了，小肠的温度不够的时候，这个里面的包的热就会跑到膀胱里面来，只讲这种情形，源头是因为小肠的火没了、哦、小肠火没了，这是这个时候呢小便会浓，小便排不出来是因为小肠不够热，所以水在里面没有办法气化，正常人水一气化的时候，膀胱像热气球一样胀起来，就会变得很大，上面有 400cc， 那膀胱的尿液是在上方，那因为有热气还有奔射的力量，所以我们小便可以挤压出来。现在小肠热没有了，小肠热没有的时候，这个膀胱里面的热跟这个里面这个寒闭在里面，这个时候呢，小便排不出来，因为没有热来喷它。那所谓包一热，就是包子这个包宫呢，本来是血的地方。男人呢在这边的时候是精血，男人的地方是精血，看不到精子。那出来以后，这个血先集中到这边，经过小肠的好。这个蒸热了以后才会变成白色的，进入睾丸，这排出来才是精。这所以在精之前，白色的精之前呢是血。那女人的子宫本来就是血，那你如果寒太盛的时候，这个子宫里面的血，还有男人的精的血，好，都会进入膀胱，所以小便出来会看到血在里面。好，好，原因是这样的。那膀胱余热于小肠，什么这个怎么讲呢？好，膀胱如果太冷了。好，这个小肠膀胱太冷，是小肠的温度下降，是小肠太冷了吗？哈，温度不够。好，这个时候呢会隔肠不便，
这好感病人感觉到好像有手指头拉到肠子，因为肠子里面热没有了，蠕动缓下来了，就好像有人拉到肠子，你想排大便都排不出来的感觉哈。啊，上为口鸣，因为大肠肠子里面和大小肠跟大肠里面，肠子里面呢，好这个沼气就是大便里面的气，因为大便排不出来，没有办法排出来，沼气就会往上升，啊，造成口腔就会。哦，糜烂的现象。哦，小肠寒的话，小肠一热于大肠，意思是什么？本来我们人呢，正常，小肠在这边，好，大肠呢在上面。小肠本来是向火，大肠是精，所以精在上面，火在下面烧，这是正常人是这样子。啊，现在小肠呢冷掉了，好，这个热进入大肠，变成大肠好跑了热。好，这个造成这个字呢，好，我们念浮，是潜伏的伏的意思哈。这种会造成里面会长硬块，长肿瘤，好，为沉，好，浅沉在里面。那个伏的古字埋伏有没有？潜伏就是那个字哈，一个老虎的那个上面那个头，然后再加上个壁，好，这字念潜伏的伏，好，脉这个是沉在里面的。大肠的热，好。移于胃，这个本来是小肠的热，好，这个胃在这边，那大肠的热呢？如果不在这边，回逆跑到胃里面去，这都是里面里寒掉了哈，变成膳食而受入，怎么吃好还是人还是兽，谓之食溢，啊，那胃呢移热于胆，也叫做食溢，胆移热于脑，叫这为心恶，这个字念恶，鼻渊，好，造成鼻子里面呢。这个恶就是讲鼻颈，鼻的颈骨这边的鼻恶，好，鼻恶。那这就是热的转移哈，会造成鼻里面涕下，浊鼻涕非常的浓而下不止，好，这种都是热在传遍的现象。传遍的时候，好，这个上面呢 new， 下面那个字呢灭，好，灭就是污血，好，就是鼻子会你看到很多的黑脏血会排出来。敏目，好，这眼睛会昏眩，好，看不清楚，好，这都是气缺，好，这个气缺篇就是正常的气应该木火土金水这样走，现在气逆着走，那气在走的时候有寒有热，好，你会看到这种情形，这是细分哦。那你真的在治症的时候，你不要担心，你说老师这个很难记，你不要担心，因为《黄帝内经》讲的是中医的所有的生理学、解剖学里面的病理学，好。我们在临床上治症的时候，真的是你回头可以看这些。但我们治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里面是寒热，下手。我们只要知道寒热就好了。那我们要用辨证法去辨五脏的寒热，非常的简单，好，非常的简单。那这个书上只是你要知道病机哦，知道它的病早因在这边。现在不是的话，传哪边会传哪边，你可以预测它发生什么事情。哦，主要的目的还有告诉你移转的现象，好，移转的现象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在辨证上面，或者是在治疗上面呢，你会比较能够掌握到，好，掌握到时机，好，掌握到时机，所以让病会移转，怎么移转，都按照这样子移转，移转的程度是这样子的，很奇怪哈。那你可以治病之初嘛，好，你可以知道一下可以，好，比如说这个脾脏啊，移到肝，肝一进入心就死，我们知道这个热易移，我们赶快要去制止，免得发生危险。你可以知道这个病会危险，那个病不会危险，好。原则上就是很简单，我就讲过了，热进入心，心本来就热嘛，啊，现在火上加油，哦，那心脏就跳得很快，一下就走掉了，好，诸如此类，这是一种好预测的医学，也是一种传变的医学，病在演变的一种现象，好，这是我们所谓的气缺论，好，气缺就是讲简单讲就是气逆着走，不按照正常走，就是这样子，好，好。下次呢，我们讲这个第38篇《咳论》，专门论咳嗽的咳。继续讲那个第38篇《咳论》之前呢，好，我们把那个前一篇呢，哈，那个气缺论呢，第三期《黄帝内经》第37篇最后面那一段哈，所谓移热，你只要记得，好，小肠呢是火。所以正常呢，小肠里面是热的，这是常态。那如果小肠里面是热的，
小肠跟心是表里经，那心是君主之官，所以小肠呢控制整个下焦的循环，热气的循环。所以我们在小肠的募穴关元穴，我们可以治疗很多的病症。那如果是小肠热在这个里面，外面包了很多的阴，比如说水、膀胱里面的尿、大肠里面的食物和水、肾脏里面的水，那下焦呢，因为有这个小肠的热在中间，它就个常态的现象就会出现。那因为下焦水很多，那阴和阳的阴极生阳，阳极生阴，所以我们到脚上，阳经到脚背上面上面的时候，它是阳经，是阳初起的时候。但是它你摸上去是冰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阴和阳是表里，好，那底下脚底反而是热的，是因为阴经在脚下，那阳在阴里面，这是正常的阴阳是互相表里、互相支援的。当有一天小肠的热突然没了，好，那个气血论最后面讲，热就会移动，那热移动当突然冷掉以后，热就会到处乱跑、散乱掉了啊。那诊断讲的就是归根究底就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再稍微补充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看《咳论篇》第38，就是《黄帝内经》第38篇，专门讲咳嗽。好，那这个皇帝说呢，咳嗽就是肺了，对不对？那岐伯说啊，不对，五脏六腑都会让人咳嗽，不单单是肺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说光是咳嗽看肺，那就不对了。好，那有非常多种各种不同的咳嗽的症状。好，那岐伯就解释，皮毛者肺之和也，肺主皮毛。好，那如果是肺咳的话，皮毛先受气，好，这个邪气呢再慢慢顺着经络跑到肺里面去，好，这才是好肺咳。那如果当好这个寒气呢，一种是从表的经上进来会造成咳嗽，还有呢你吃冷的，好，吃冷的食物好下去，那这个冷气呢，冷寒气，胃里面的寒气呢也会顺着这个那个脉好跑到肺里面去，就会造成肺寒，这个呢也会生咳。好，所以肺寒肺常态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你读黄帝内经你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常态，好，就正常，什么叫正常。那心和这个心是火，肺呢是金，存在于金和火之间的关系深刻，它两个相克，克就是互相牵制，在平衡的状态之下的时候，这是心是火，肺是好，肺如果是寒的，心是热的，这两个才能平衡嘛，寒热才能平衡。那如果有一天呢太冷了或者太热，哦，那在火上你这个肺里面太热了，那心本来就是热，那热加上热就是过盛啊，那寒呢太寒了啊，太冷了啊，就会造成寒，就造成肺寒。所以说寒的进来的状况呢，有从皮肤表面上感到风寒，然后沿着经络跑到肺里面，还吃冷的东西，好，所以经常食物热着吃，好，吃冷的东西也会造成肺寒，这个呢好是会有造成肺咳啊。当然我们有热的咳嗽，好，但是表面上热它皆生于寒，好，那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的体质不一样，就造成呢表面都是寒的，但里面有的人是里面是寒的，里面有些人呢里面是热的，好，不一样。那五脏呢各与其时受病，好，那平常我们五脏呢好，肝心脾肺肾我们落上去春夏长夏秋冬，这是按照时节好来受病。好，那如果是你不是按照这个时节来受病的时候，比如说春天是肝咳，夏天是心脏咳，好，秋天是肺咳，冬天是肾脏的咳，啊，结果你看到夏天的时候跑出来肾脏的咳，那这就不是因为节气转换而造成的病，而是内脏传出来的。好，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，非其时，不是按照次之的节气来，好，各传以与之，就是从别的脏传起来的。所以人和天地互相是好走相融合的，所以五脏各以治时，好，敢于寒则受病。那轻微的呢就是咳嗽，严重的呢就会有下泻，还有甚至有痛的症状出现。
好，那比如说呢，秋天的时候，好，肺心，好，秋天的时候肺心受邪，春天的时候肝心受邪，夏天的时候心受邪，好，这个，好，陈至阴就是讲太阴脾脏，好，这个脾先受邪，好，冬天肾受之，那这个是按照四时的节令，好，产生的那咳嗽。好，你就记得不按照四时节令产生的咳嗽，它就是内脏传来的。那皇帝就问啦、啊、那你怎么区分它呢？好，那就岐伯说用症状就可以区分。好，我们有五脏的咳，五脏的咳显现出来各种不同的症状。好，第一个他岐伯说肺咳的症状呢，咳而喘息有声音的。好，因为肺本身在上，肺法向天目，里面肺液在好伸张在张卷，你咳会有声音。好，而且会有喘气，好，严重的时候会咳出血来，哦，因为比如你咳得很用力的时候，好，它支气管会破裂，好，会咳出血来，这个是严重，好，那心脏的咳呢就不一样了，心脏的咳呢，咳了以后咳嗽的同时，心脏会痛，好，同时喉中呢，喉咙里面好像就会有东西梗到一样，严重的时候，好，咽会肿，喉会有。悲的现象，喉就会有堵塞啊、哦，堵塞的现象，好、哦，这个是心脏咳的症候，肝脏咳呢，好、哦，这个两胁，肝在两胁的部位嘛，哈、哦，我们是胸胁的两胁下痛，好、哦，严重呢不可以转动，好、哦，身体都不能转动，转动的时候，两个胁下来就会胀满，好、哦，这是肝脏，好、哦，我这里。简单介绍一下喉咙，我们这个喉咙的病，这个整个喉部的位置，整个颈项的位置，我们人有四个海，好，脑部呢是髓海，好，后面我会再详细介绍，喉部喉咙这个地方呢是气之海，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十二经络呢，它是像水一样，十二条大水，好，所以。那汇在这个水会归于海嘛，终归于海。那脖子这个地方就是气之海，哦，所以一般气有病的时候，哦，都会影响到这个喉咙啊，喉咙。好，那脾咳的症状呢？好，右胁下痛，好，痛隐肩背，甚而也不可以转动，好，越一那身体一动，咳得越来越严重，好，那个脾脏呢？这个一般来说，脾脏主少腹，好，脾在胁的下方，好，有的时候《黄帝内经》讲的右胁，比如说你以病人，我是病人，好，对我来说是左胁，脾脏左胁，那医生来看是右边，好，所以有常常有左右，好，那过去呢有区分，有人写的不一样，过去就很多的医学家在研究《黄帝内经》的时候，就有的人判断说。这个《黄帝内经》是不是两个人的对话？没有那么简单，是很多的医生哈，他、哦、按照慢慢把它记录下来，那利用两个人的对话啊、问来把这个医学传承下来，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心血的结晶，把它写下来。那我们无论他如何哈、哦，无论如何，那我们就要不要误解《黄帝内经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现在在去追查以前的东西干嘛？现在最主要是看如何用它。好，所以实际上医生看病人是右边嘛，实际上病人是左边。好，那肾咳呢？好，一咳腰会引到背痛，好，严重的话咳炎，啊、哦，就是一咳那个痰炎很多，津液出来。那这个只是前面简单的介绍，后面还会分得更细，哪些症状？好、哦，还会分得更细。那皇帝说，那刚刚是讲的五脏的简单的区分的症状来区分呢？那腑呢？六腑的咳嗽，哈、哦，胆小肠胃大肠膀胱啊，这种咳怎么办呢？啊、哦，岐伯说。咳的时候是五脏里面咳很久才会移到腑去，所以是咳呢是由脏先受，好，内脏先受，然后咳很久没有治好才会咳到腑上面去，好，比如说脾咳不已，那脾脏咳很久啦，啊，胃会受之，那胃咳之状咳就呕吐了，好，那你常常听到，比如说你将来有病人来找你说，我说儿子咳得很可怕，咳都饭都给他吐出来了，你跟他说这一定是久咳，心咳不会的，啊，心咳不会的。好，久咳才会移转到腑上面，这个是《黄帝内经》下定义了。
那咳得严重的时候有肠虫出，好、哦，比如里面有胃里面也有。那过去呢，我们中国也有农业社会，好、哦，我们没有这种这个蛔虫啊这种观念，所以说东西抓了就是社会上常常会有那个寄生虫，好、哦，是寄生虫在我们当年这种这个农业社会的环境之下是很普遍，好、哦，非常普遍。所以你看过去的医书，很多的药啊都在打虫，好、哦，那这个孙思邈很会抓虫，好、哦，很会抓虫，嗯。那干咳不已，胆受之，胆是腑嘛，哈、哦，这个时候一咳的时候，胆汁都咳出来，所以你就听病人说啊、哎，我咳的胆汁出来，你就说这个人是腑咳，但是因为干。